身穿蓝衣和一旁妻子比着爱心，他是41岁妇产科医师郑英豪。平时到偏乡行医，曾经是方圆百里唯一一位妇产科医师。最忙碌时日夜看诊接生，一连就是好几个月，没办法好好休息。9年前他的肾脏功能出问题，就医治疗，不过近期病况又恶化。我大概不管睡觉或者是起来，我的脚都已经是没有办法消。双脚水肿，鞋子已经穿不进去，医生评估需要进行肾脏移植，不然就会面临洗肾阴霾，满心忐忑难以启齿。因为这回他张口问的对象就是结发16年的妻子。他第一时间跟我讲，其实我是没有犹豫啊，我是就是其实那时候他问我的时候，我就说好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尽管要在身上开大刀，也毫不犹豫自愿要捐肾给丈夫，妻子的勇气也让丈夫好动容。所以其实我也会很担心，说我太太的肾脏，我接受之后，我有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她？夫妻俩间谍情深，从学生时期就一路相伴，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配对却十分相符。医师也提到，如果亲属间有类似患者，到了需要洗肾的临界点，建议进行活体器官移植。每年大概都只有200多颗大爱捐赠的肾脏。那所以我们目前来讲是希望能够推广活体。台湾每年有上万名病患等待移植，弃捐的数量往往不够，亲属间符合条件，医师建议患者进行活体移植。毕竟受赠的肾脏状况比较好，配对也相对容易，可以选择适合的移植时机。如今夫妻俩齐心抗疫，手术成功，恢复良好，间谍情深的感情也让外界动容。三立新闻吕彦温有连花莲采访报道。